太难了啦，撞马兰特。哎、欸，大哥就这一只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哥是这一只哦，大哥就这一只。我想说这是什么？我们要玩，接下来要玩什么？你们真的要玩宝可梦吗？来啊，可以啊。宝可梦啊，我要查一下有什么可以画的宝可梦。我要画这个好了。好，我想好了，我已经想好我要画的东西了。海鼠。我想叫喵他手下留情。啊！而且全部人都画一样的，笑死。应该是有可能哦，我觉得有可能。我、哦、怎么办？如果这个没画好，会歪耶，会黄标呢。会黄标？是。你在画好几颗的那个吗？黄标。因为是宝可梦很容易黄标呢。上不了色了，上不完，真的上不完呢、欸！哇塞！我靠！这样子啊，我想一下啊 ，OK。谁选的？喂，阿金抄我的吧？糟了，我看完之后就忘记他长什么样子。这一定是小繁星或是喵哈的，妈的！小凡，我觉得应该是喵哈抽到我的。对，我抽到繁星，对。完了，没有知道啊？哦，看图，就是这么新，有人知道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，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，对，都忘记耶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抽我啊？优奈吗？他长什么样子啊？我忘记了，感觉不像是哦，这种反应应该不是。谁可以救救我？我错了什么？应该是这样吧。我已经忘记颜色了，忘记。你知道有那种一看完想说应该是可以了，然后关完之后下一秒说刚刚那个图长什么样子、啊？忘记了。啊，我应该有时间，我查查看。好像有个尾巴。我跟你讲，六只脚。六只吗？我一定要找找看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看一下我临死前至少要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。啊，不行我打不出那个字来，算了。放弃了吗？还有在他的样子上。啊，是白色的，好吗？噔噔噔噔，皮卡！哦哟 ，fuck， 皮卡草！我决定让他这样子过。我不一定会，一定会很危险。这是什么啊？怎么会有四颗奶头？我知道，这个有点难我猜。等一下。还好我买这个版本。这什么啊？阿静知道了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长这样子？会不会有我在画雷蒙娜？笑死！雷蒙娜，完了，应该是长这样吧？有啦有啦，神韵画出来了。我这调了一段颜色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啊是这个东西吗？神韵已经画出来了，应该是不会错了，不会错了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什么？为什么大哥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智魔灵，摇一路的那一个。为什么有大哥必须死啊？你看，长这样子，忘记了。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个？我刚看到的是这样吗 ？Holy shit！ 这是神兽。我画好了，我画好了。神兽要成这样的吗？画好了，画好了。哎，可恶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怎么会六颗奶头了？这个怎么有大哥？这个我会画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会有大哥？这个我最会画了。跟你讲，只有这一题是不会歪掉的，我觉得。他手是这样吗？我把救回来，各位，这个神兽，我把救回来，我把这个神兽救回来。救你救吧，你救啊，你尽量的救啊，救回来。不可能！哦 ，shit！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根本没时间画它，我虽然知道它是什么。
欸，我知道不是这个，但是我要随便乱画。哈，我到底画了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了吧。刚刚这个，我等一下，就这样子吧。啊哈，啊哈，我就知道嘛。哦，撞马兰特，太难了啦，撞马兰特。哎，大哥就这一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哥是这一只哦，大哥就这一只。我想说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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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眼睛有点歪哦，越来越软烂了。那怎么变那么响了？怎么响软烂了耶？别人没有吐到眼睛。一个豆子。好了，有了，机会，机会。越来越吵了，三条线就结束了，一二三四五。白金画什么？太哦，还好我没有画到这一题。那这么鬼啊？原来是你了。是你的你要画完蛋了，那应该有画到，只是已经变掉了。对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变成四颗奶头？为什么说他怎么会有四颗头？完了完了，哎，完蛋了，什么东西了？啊！变苦了，最后变苦了。为什么是苦了？变苦了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没有画到他哎，没画到哎，没有画到啊，因为就小光啦。我觉得问题真的小光啊。我也是这一只哎，你怎么变这一只了？哎，可是这一只我也没遇到哎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直接把人家变成另外一只神奇宝贝。白痴啊！画不出来了，画不出来了。为什么一直往下看啦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啦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就是关掉，直接忘记它长什么样子。大舌头，大舌头，大，你的大舌头定化了耶！哦，你的大舌头定化了。舌头退化，后面进化了。你怎么进化了？用什么？不对，后面退化了。没有啊，大舌舔呢？进化变成大舌舔了。大舌没有，这边退化了。进化怎么退回去呀？退回去，然后。我这个我已经看不懂，你这个好像闭着眼睛画的。啊，好好笑。对。哦哦。好可爱啊！更痛可爱啊！有哎、欸，可是到后面怎么背景不见了？没了，背景来不及了啦！放弃了，我放弃。哦，这只还是蛮可爱的，那让你们看看我的吗？山寨，山寨，哈哈哈哈哈！出来了，见吐了，好猛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这把我的声音画出来了，哦，好可爱啊！最后一只繁星那只怎么那么勾机啊？要画动漫的话，我已经找好，我已经找好了，我已经找好了，我也找好了。你要画动漫？动漫？我只想画动漫。你只想画动漫？动漫？动漫？我想想，我只想画动漫。如果你们都知道的，嘿、hey 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吧？看哪一个？就是、其实没差，就一样画葫芦的话，就是照就画葫芦啊，就不用猜啊，你就不用想下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对嘛？一样画葫芦，就画你想画的嘛，对不对？动画我们这一圈应该都看吧，对吧？爸爸爸爸爸爸爸，大家都不一样，爸已经 OK 了，好不好？美漫算动漫吗？可以，美漫可以可以，没问题哦。Oh!我一直好想放大画布啊！等一下，我好爽哦。
哇，这样应该还没有人看得出来吧？哇塞，为什么这样就看得出来？我看看哦，哎，你可以标题啊，观众有看出来吗？你可以现在擦掉再重画一个啊，反正时间还有。不要了。对啊。这明明就超多人都找这发型了，竟然可以看得出来。哇！这有人知道我在画什么？我哇！到底有多少人正在吃东西啦？那看一下阿静在吃什么？阿静在吃三色豆。睡。我要吃口香糖。哦，竟然是口香糖。我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先给他这个颜色吧。我来不及了，我来不及啦。嗯嗯，没有，怕你抽到我的。我来不及了，来吧，接受挑战 ，Challenge Accept。我来不及了，怎这样？努力滑到最后。哦，是惋惜，为什么我又扯到你的？一二三四五，哇塞！为什么又是这个？为什么又是呢？等一下，我有点忘记他长什么样子。哇哇哇哇哇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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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怎么进？哇，这个有点难呢。这个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有时间，我可以改。噔噔噔噔噔。哎，你是抽到我的？是吗？对，你在哼这首就是抽到我的。你自己说我画的好不好？好好好，画的真好，画的真好，谢谢。听起来超敷衍的。没有没有，真的画的真好。我没有，我怎么敢呢？怎么敢呢？我好难过。不要难过。我好难过。不是啊，他眼睛是不是有点歪呀、啊？算了啦，不管了啦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眼睛就给他歪了。因为我画出来那么高水准的东西吗？办不到。办不到 ，No, I can't. I can't get QQ Wallu. 办不到，所以我决定这样子。所以我决定这样子画。Yeah, QQ Wallu. 我也决定这样子画。好像有点外。绕赛，来不及了。哇塞呀，不画人啦！我来不及，我来不及。来不及了，黄色啊！你呢？哦，这谁？等一下，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大家一定要这样互相伤害吗？这个道理要在短时间真的有点 too hard， 我有点没办法呈现这一只哎、欸，完了，干你妈的！完了，是什么颜色？这个一画靠腰啊！这个图记吗？你是什么颜色的？完了，看我。我怎么要跟你讲刚好这有几个圈，画一个圈。我应该画的很像上一家画的东西，但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我到底画了什么？超还原上一家。就这样吧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反正就画了。哎，不会是有人跟我画一样的东西吧？那是什么？那画不出来。哈哇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很久以前的美漫吗？有这种东西吗？什么？我只看到一团这样子的东西。什么鬼？如果这时候给他穿这个，会不会出事啊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就这样吧。快呀！不要亮那么快呀！到底在亮什么快？哎、欸。
哇，他是躺在棺材里了吗？最后已经有人放弃了吗？我刚刚是什么？我刚刚只看到两种颜色的线。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出这个太棒了！好诶、欸，我先做了，我先画好了。好诶、欸，哇、啊，知道吗？哇哦，哇哦，来了来了，我很期待。我看看棉花到底是什么？靠背啊！哦，那太难了吧？好难吧？好难笑了！原来冰火九重天是你画的、啊。炸头！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一定有吧？你一定不知道。脑子是还可以变。你是跑去 Google， 然后发现来不及了。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哦，为什么烘会变成这样子了？哎、欸，啊，这只老小埋哦，我画得很可爱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来不及画表情。我到你手上变这样，头发变色了，完蛋了，完蛋，完蛋了，他变成一个生物了。喂喂喂喂喂，他变哦。喂呀喂呀喂呀！小埋变为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？哈、啊，你是画，真的很棒，你真的很棒，你真的很棒。我看天空了，我直接崩溃了。哇哇，你们两个都是归零了吧？欸、这里好像还看得出来哦。哎、欸，我今天真的都在反思一个下一家哎、欸。这边我就看不出来了，我只知道是一坨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看不出来是什么。两种颜色的线，是那个红椒豆糕那个放的一样，一样的色系。原来是红椒豆啊！我知道了。Q B、哦、来不及了。那是上面有污，这个忘记要长怎样。没有，我把救回来，我把救回来。有吧？有救回来吧？小光那时候我还看得懂，还看得懂、哦，示意。他好像某种外星生物了。哦，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，他眼睛有点恐怖哦，少涂了一颗，好可爱哦。欸、有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。阿金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大家没有歪哎、欸，这一题，这一题竟然没有歪哎、欸，只要不是人的都不会歪。人外人外，大家都是受控。哦、oh, ，我想一下他是谁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他是完蛋了的吧？完蛋了。他不是李帆啊！哦，他不是李帆的。我很努力的还原上一家的东西。你看我画超像的。有有有有，你还帮我美化了。我会神作结尾啊！变成生日了。为为什么啦？哎、欸，他这我们每一局开每一局实况都会出现、欸。等一下，这个女生是我要想一下，她是哪部动画？陈静同学。啊！我没看，可恶！竟然没看我，可是我这张图有印象。这是哎、欸欸、哦，摇曳露营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我是听不到你们说话。哦、我画到后面，这是真的聽到。我画到后面，我以为是超能力。等一下啊，南雄。对，我以为是南雄。奇木南雄。我以为是南雄啊。我你就把照图。好像是那个我照图给你们，我照图给你们。为什么变这样子？我怎么长这样？有，我有看出来。如果说你说第一章的话，我有看出是摇曳露营，然后第二章开始，太生无可恋了吧？生无可恋，突然变成像 baby 了，他越来越低配，他越来越低配。